研判认定全案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定罪准确，量刑适当，审判程序合法，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2条、第266条、第280条第三款、第48条、第57条、第69条、第52条、第64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236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。全体起立。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